知道吗？新北是有全台湾最丰富的温泉资源，从台北出发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到。冬季出游，不少人选择来趟泡汤轻旅行。新北市举办新北感温季，推出山海汤泉行，走访乌来及万金温泉区，体验新北独特的海底温泉。我们的山汤跟海汤主要是我们的金山万里，那还有我们的乌来，主要都是我们的温泉区，它每个汤子其实都不一样，希望大家享受这个新北所带来的汤子，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感受。这次特别花了1年的时间研发出这个独特的这个温泉粉，那这次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汤屋加火锅的组合，让你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来到海边，可以泡温泉吃美食，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半日游的一个行程。今年新北山海汤温泉活动要抽出温泉小旅行及新北温泉住宿券与泡汤券，更首次推出短影音创作大赏，首奖就能获得奖金80000元。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这个元宵以后，这样一连串大概有20-30个活动，希望我们的市民从现在开始就能够计划说这一段时间要到哪里去，可以去旅游，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新北。从即将到来的耶诞平安夜到1314跨河烟火秀，还有新北灯会及2024平溪天灯节，搭配境内各项静态展览与户外体育活动，要让民众一路玩翻到明年春天。记者保证邓志远新北报道。